都是时间的问题，时间啊会解决一切烦恼的。所以啊，你我之间就不要再自寻烦恼了。哎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一场攻坚战呢，加油。晚安喽。晴儿姑娘，晴儿姑娘，晴儿姑娘，你看看我的牙，是不是好多了？晴儿姑娘，你看我那也比以前好多了，还有咱家那老伴儿啊，那嘴他也不臭了。我代表全村的人，真的好好感谢你啊！谢谢你啊！哎，你看当初我们对你，没关系的，你看你们现在不都好多了吗？我就放心了。再说这才几天啊，你们就都有所好转。再坚持下去，我相信一定会痊愈的。我们相信，晴柔姑娘，真的好好谢谢你、啊，你可是我们的大恩人呢、啊。没关系，谢谢谢谢、啊、谢谢啊！给您来这颗行吗？哎，这颗，哎，好嘞好嘞好嘞。哎，您看着啊，高高的。好，我们来玩玩啊！再来啊！精彩！孟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要干什么？哼，你还好意思来问我？你明明答应我，只要我出面举报凌晨王，事成之后你就跟我回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。可为什么我前脚从皇宫出来，后脚就被人追杀？幸好我留个心眼让弟兄们暗中保护，不然我早他妈见阎王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演演继续演，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啊？啊，戏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说，是不是你跟凌晨王串通好了来谋害我？孟江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我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我跟那凌晨王又是什么关系？老大，我是个现代人，我又不是古代人。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他谢延臣好歹也是个王爷，以你的小心机，你肯定是认为做王妃比做压寨夫人要强吧？你既然知道谢延臣是什么样的人，那你肯定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，把我像宠物一样送给灵气王，这样的男人我能相信他吗？而且你说咱们两个总归要一起穿回现代的，你怎么就分不清谁跟谁一伙的呢？别说他谢延臣是王爷，就算他是皇上，老娘也不稀罕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我还怕我穿回去以后，他谢延臣的魂儿老缠着我呢，再分分钟给我来一出神话。你不好好想想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哎，你刚才说有人追杀你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就那几个怂货，还不跟我弟兄们练手的呢。我就知道你孟导有本事，到哪儿你都吃得开。对了，我刚才一路跟踪你到这儿，这好好的王府你不待着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担心晴柔吗？晴柔？她怎么了？这件事儿一言难尽，反正就是之前我做了一些错事，秦柔一不高兴就离家出走了。你也知道，只有他知道咱们穿回去的关键，所以我想来这儿找找他，把他带回王府去。这还不简单，你交给我，我把他绑回来。你还真是当土匪当上瘾了，你能绑得了他的人，绑得了他的心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帮我个忙，去灵奇王府送个信儿。我才不去呢，他谢延臣已经布置好了暗探，我这一去有命去没命回。哟，刚才谁吹得那么牛啊？怎么一到真事儿怂了？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要是不去那也显得我太不爷们儿。不过去之前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压压惊啊？哎哎，这青天白日的，你想多不好啊。
这样吧，我住城北的客栈，你晚上过来找我吧。可以，那我去之前你可得多买点酒菜，今天晚上好好陪陪我，知道不？谢言辰，你可没用的东西。青柔，你真的很有办法，村民们都好的差不多了。也不全是我的功劳，我以前听过一句话，叫做帮助别人快乐自己。一开始我还觉得是哪个闲人闲着没事儿写的这句话呢，现在想来很有道理，看到他们有所好转，我心里真的很开心。哎，对了，就像是那样，你送了我一朵玫瑰，然后你手里还有玫瑰的香味。你是在暗示我可以送你鲜花吗？就是阿广说的你们的那种习俗。阿广连这个都告诉你了，他还真能聊。说起阿广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阿广一定过得很好的。哦哦哦哦，哎，别哭了别哭了。哦哦哦哦，哎哎哎，你折腾什么呀？孩子刚睡又醒了。来来来，娘，我没有，你看他都尿了我一身。啊，不哭不哭。哎，你听，其实那就是生活的声音和味道。啊？什么？我啊，就是觉得他们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挺好的。没有那么多复杂，也没有那么多阴谋，每天只想着柴米油盐吃饱穿暖的问题就够了。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，真正的世外桃源是没有的，穷人有穷人的忧心，富人有富人的烦恼，一切皆是有代价的。独孤，你说你又有才华又有钱，武功又高，然后还懂医术，就你这样的人还会有烦恼吗？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就是如果没有世外桃源的话，那你想象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？我有一个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想，喜欢一个不知道何时才会属于我的姑娘，但我会继续追求，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就是我想过的日子。太子，下人一早开门发现了这个。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就算是虎穴，要闯上一闯。那属下去通知尹浩，带人一起去吧。不用，这信上说，只要我一人去便可。我怕，倘若对方真的是绑匪，带了人去，反而会害了青柔。可是，你放心，本王自有分寸。啊，李章，你去找一下独孤。独孤先生来无影去无踪，属下也多日没有见到他了。太子殿下还是站在原地比较好。青柔呢？太子殿下果然深情，为了尹青柔那个臭丫头，也值得太子殿下一个人前来孤身冒险。殿下果然是情深意重啊。你是何人？青柔为何在你手上？谁说尹青柔在我手上？那你要本王来做什么？要你来是要告诉你，尹晴柔虽然不在我手上，但是我却知道她现在在哪儿，又与何人在一起。那你快说，她在哪儿，与何人在一起？殿下莫急嘛，我若告诉了你，又有何好处呢？别绕弯子了，想要什么，说。我只要太子殿下一句承诺，
倘若有朝一日我遇上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，还望太子殿，那我就先谢过太子殿下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情由在哪儿？太子殿下，前面就是长河村了。哎，太子殿下，您不能进去，这个村子已经被诅咒了。是啊，大胆，我看谁敢阻拦。三哥，三哥，你不能进去，你的安危关系着江山社稷和祖宗基业。这样子吧，还是我进去，我一定把青柔给带出来。太子殿下，四王爷，你们都别去了，还是我去吧。青柔好歹也是我的义妹，最应该我去。还是我进去吧。你们让开，你们谁都不许进来，否则按律处置。太子亲自接你回去，你还不快快谢恩？不好，宁清柔，你大胆，竟敢大婚当前私自出走，让我堂堂一国太子颜面何存？清柔，我知道你是有苦衷的。我不怪你。姐姐，姐姐，外面来了一个奇怪的哥哥，在那里自言自语的，好像不是我们村的人。你这些天是怎么过的？我染病了。你这么怕染病，那你赶紧回去吧。我心里怎么想的你很清楚，我为何而来你也很清楚。秦柔，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？难道我连一句后会有期也不配听到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是我配不上你。那些繁文缛节我都不会，他们也肯定会笑话当朝太子会捡一个野丫头做太子妃的。而且我们的矛盾会越来越多，感情也会越来越淡。其实有些时候也不用说再见的，遗忘是给彼此最好的纪念。你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会伤心，也许偶尔会想起我，但时间久了你就会淡忘我。然后你还会找一个跟你门当户对的女子。也许门当户对对你来说很难，但是你要用心找，你肯定还是找得到的。他一定会比我贤良，又比我更理解你。谢延琪，你虽然是个冰块脸，有些时候又爱记仇又有点小心眼，但是你肯定是一个好太子，以后也肯定是一个好皇上的。所以你还是想清楚吧。我记得某人曾经说过，再多美好的未来也比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。我谢延琪不想找什么门当户对的女子，我想找的人她就在我眼前。我在乎她，我相信她也一定在乎我。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偷偷离开我，但我知道绝不是她配不上我，而是他心中也有苦衷，只是他不说。而我呢，我也不会强求，我会等，等到他愿意与我诉说的那一天。青柔姑娘，青柔姑娘，哎，你快去帮一下我们家小草吧。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牙齿又变得松动得厉害，之前那位先生去买东西又不在，所以我只好来找你。行，我现在跟你去看看，走。晴儿姑娘，快看，昨晚我们家能喝的水都被喝光了，打水路途
又十分的遥远。小嫂发现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就把自己的那份给了她弟弟。谁知道这孩子可能口渴难耐，就自己一个人偷偷地跑到这河边，喝了这里的水，甚至用这水洗了自己的手和脸，结果他的病情又复发了。那水质变成这样有多久了？这要从3年前说起了。那个时候有人发现这山上有什么矿井，就有人在这里开采，后来来采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些人就地引火冶炼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。从那个之后，这河水就再也不清澈了。原来如此，可是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，只能通过木炭和仙人掌来净化水源。哎，如果能让水从木炭上流过的话，那样效果就会大大增加了。可是如果把木炭直接丢到水里，这也不太现实啊，况且也没有那么多木炭啊。可以用竹筒，把竹筒劈开，里边固定好烧好的优质炭，再把一个个竹筒衔接好，放在水流经过的地方，让水流通过竹筒流过，这样就是净化水了。哎呀，你太聪明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铜盆铁盆的，然后全部把它们砸碎，砸得越细小越好，然后全部丢到水里，这样也可以净化水源的。青柔姑娘，你说的这些东西别说我们没有，就是有的话我们也舍不得给你啊，因为这东西都是些稀罕之物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啊？你先别急，我去想想办法。在树上，倘若你不愿意，那就扔了吧。
青柔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一定会尊重你做出的决定。待村民全部医治好之后，我会离开，不会再纠缠于你。那个谁，帮我挂一下呗，我又没有那么高，我还有点害怕。青柔，来来来。